三月二十四号吼，差不多夜晚十一点外的时阵，你有去抓一只山，伫个清水岩路抓只鹿仔回来吼。啊，迄只鹿仔吼，你抓回来伫倒位，放伫倒位。伫即摆你带我来放伫倒位。啊，你抓来伫只吼，抓来伫只，抓来伫只啊。甲治疗啦吼，好好，哎呀，啊死起了后，你用什么刀啊？甲，嘿，菜刀，好，来我看卖咧，好，啊，甲刣，甲剁剁了后，啊，用什么刀啊？用治疗刀啊，哟。做细胞，做细胞。所播报的本家跳岩古道有水路刀裂伤，现场血迹斑斑，随即展开调查，发现田中诚信民众设有重险，经警方通知到案，陈明坦诚不讳，为水路体积庞大，已将其肢解丢弃。警方对陈明说法持保留态度，将持续追查。警方再次呼吁。禁止猎捕相关野生动物，如遭查获，将依相关动物法规依法。